去就抵达土。那萧老师是不是要闯关？请问要闯的第一关谁记得？种花，怎么种花？把花盆跟花上面的图案一样的放在花盆里。啊，如果没有一样会怎么样？掉进去，被掉进去。啊，你当时就说啊，被吃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杨慕恒。蒋媛媛起立。第二关是什么？那如果他拿坏了冰淇淋，就要拿两个冰淇淋。好，谢谢你。第三关是什么？你看他摆什么？把衣服。把衣服放在哪里？他把它乱放，还是把它放好？放好。把它放好，把它挂好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你啊。可是婷婷老师有个问题，今天早上啊，一大路啊，他来找我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婷婷老师，婷婷老师，你赶快起床，你要去上学了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好累。”谁跟你的袜子是一样的？很多袜子，珍贵机会。好，很多袜子。黄色小鸭。你就穿好之后，你就要去找，找看看哪一只跟你一样。好，去找。你的好朋友在哪里？就坐在他前面，看他有没有找对啊。哎，后面。哎，你要面对他，你要跟我手，你好，我找到你了。不是。下一个。好了，下一个喽。去，去找。这么快就让你找对了，来，走，下一个。你好，别人你要看着正眼看啊，你要吗？是吗？拿出来我看一下。哦，站着。是谁？是你哥，你藏起来，他看不到。拿去找。是你哥，我去。好可恶的。好有。有没有都找到了？我检查看看。有没有都找到了？有没有都找到了？这么多袜子啊，被你们玩脏了，脏兮兮的，脏兮兮的怎么办？洗，要拿去洗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我去洗，等我一下。那洗那么久？后面还有一个。洗好了。
爸妈妈如果洗衣服洗完洗袜子洗完要怎样？晒一晒。晒一晒啊！我等你都是了吗？等你都。你都是了，亲爱的。我也。啊！别我输了。而且我输了，而且袜子都乱七八糟。这里有这么多的袜子，对不对？那跟我们小明明老师呢？如果拿了一只袜子。然后呢，鼎鼎老师就把这个袜子一挡挡，你看，它有没有湿湿的哦，很湿的，你看，哦，地最那款，哦，湿湿的，很湿哦，就把它拿来这里，把它晒干，晒干，夹起来，晒干，去找出它，它的好朋友在哪里哦？你去找，哪一个跟那个一样？哪一个跟那个一样？哪一个跟那个鼎鼎老师晒的那个袜子一样？那个，哪一个？这个吗？那里有一个，是吗？他的好朋友是怎么样的？他的好朋友又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夹住。好，有没有一样？有。好，再找一个，你看还有没有好朋友？好像好几个好朋友都长得一样哎。好，去夹起来。那你旁边还有一个夹子。啊，一样的袜子，可以没有？好，拿夹子。好，这个。水，喝完水之后进来，我们就准备进角落 ，OK？ 好。